青春制作人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青春有你二的训练生玉言。接下来我会跟青春制作人连线，这是我第一次跟青春制作人打电话，所以有一点紧张。我天，我好。喂，你好。你是谁呀？我是玉言。你谁？我是玉言。你是玉言吗？啊，对。玉言。对。玉言吗？我的天哪，我会接到玉言的电话。玉言，好想你啊。好想我，你见过我吗？我见过。你在哪里见过我呀？在电视上见过。我好像问了一个傻瓜问题。没有，我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没关系，你别激动。那还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在这次参加《青春有你二》这个节目里面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经历呀？除了在舞台上面，我觉得就是那次吃火锅，就是很少能这么多人坐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吃火锅欢声笑语的。而且那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紧张，所以说我感觉那段时间是我觉得很开心的。我觉得真的好辛苦啊，我们真的好心疼你啊。没关系。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！这个千万不能因为这个身材管理不吃饭哦，这个不行的。这不是就是想上镜好看一点吗？不，我们家妍妍是怎么都好看。不要说这种肉麻的话。不是啊，就是怎么都好看啊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挂了。好的。拜拜。我是第一次和就是青春制作人聊这么长时间，就是亲耳听到了他们对我的鼓励，就是感觉更加的充满力量。完了之后，大概就是我的感受吧。